么今天我们晨报记者非常有幸的可以率先体验一下这个还未开通的豪华高铁，我们马上要踏上豪华高铁列车。今天我们要乘坐的将是国产最新号高铁，将会在豪华高铁上以时速250公里的这个速度运行。前方分享。这条线呢，因为由于我们这个时间紧啊，任务重，比六七月份高温的时间，我们的职工也基本就是说，节假日根本就没有休息，一天的作业可以有13、14个小时。